大家好，今天是端午节，你们吃粽子了吗？今天我要去广州我爸妈那里过一个端午节，但是我先要去华强北买个手机，因为我妈从来没有用过智能手机，我想先给她换一个手机吧。现在去华强北，到华强北了，现在去找那个最大的二手手机批发市场，这里全是高楼大厦。放假了，没开门吗？消费太高了，这里不知道是不是端午节放假了，这些店都没开门。来早了还是放假了？他们是不是下午才上班？下午上到晚上10点钟。找到了，这个就是他们所说的飞扬市场吧，最大的中国最大的二手手机交易市场。不开门啊，今天不知道买不买得了手机啊，不知道是全部放假了还是部分放假了。哦，这里是要1点钟开门，到晚上9点钟，我得赶快。还没吃饭的，去找点东西吃，随便吃点东西吧。今天中午吃这个牛肉卷。这里有个市场，进去看一下。没有苹果手机啊，都是安卓手机。哇，都是国产手机啊。有没有苹果呀？我想买苹果啊。就我一个顾客。这个整个里面都是卖安卓手机的，有没有苹果啊？刚刚是有拍照吗？没有啊。你不能拍哦，把这个删掉。哎呀，真他！哇，还有这个牌子啊，这是台湾，这台湾的吧 ？HTC。这里有手机卖吗？不知道，这是空的。哇，今天买个手机太难了，早知道就在三河买个挂壁机了。这里哪有手机啊？没有，找不到卖手机的了。我都不知道去哪里买了。在深圳，你经常有可能在树下被芒果砸到。不要惊讶，哇，这芒果比那个水果店还新鲜。前面那个妹妹捡了好几个芒果了。兄弟们，我又回到华强北了，那边的二手市场没开门啊，来这边看一下吧，能不能搞一台手机吧。啊，已经1点半了，快点搞定。我们现在可以假惺惺的学一下韩国人，跑到那个深圳火车站拍一下。哎，这里怎么环境这么好？没有人睡地上。啊，我找一下有没有人睡地上，看一下。哇去，这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保安，树底下3个。这边还有个警车，这里还有2个保安，前面还有一个，我靠，6个，我靠，这里环境这么好，怎么没有人睡地上？看一下，韩国人，学韩国人的精髓就是，哇靠，这里怎么跟台北火车站不一样？没人睡地上，没有人睡路边啊，哇！继续找，我靠，前面怎么还有保安在巡逻啊？这也太多了吧！你看，这里环境这么好，睡地上多好啊，美滋滋啊！看这里，这里睡地上多好啊！还有保安。我都搞不懂了，这是一个广场，你看，这里都围起来了。
我靠！哇，无语了。哇塞，十多个，十来个啊！十来个。有没有台湾人和香港人想来中国大陆骗小粉红的钱啊？可以学一下韩国人，找一个这样的地方，然后去拍一下，说啊，高铁抢不到票啊，只能坐大巴了，拼车有点太贵了，坐大巴吧，45块钱。哇靠，这太阳，我已经有点中暑了感觉了，应该就是这里吧，挺多人在等车的。哇，顶不住了，太热了。你好，到广州的吗？7点钟的。3点10。稍等一下。终于找到这种红色的万宝路了。以前看香港的老电影，经常有梁朝伟啊、张国荣都抽这种。现在物价膨胀的这么厉害吗？我记得我以前买才18块钱，现在都25块钱一包了。我靠！你们如果要出远门，千万别带这种 USB-C 转 Lightning 的接口，根本用不了啊！怎么用？找司机大哥借了一根 USB-C 转 Lightning 的接口。司机，把这个线还给你。下车了，已经到广州黄埔了，手机在车上没有电了，一直不敢玩，一直在睡觉。需要其他的立即他再绑你。下次能买吧。嗯，可以。这个村里以前附近有几个工厂，现在工厂好像搬走了，都迁走了。又搞了一坨香蕉，还有一串葡萄。哇，兄弟们，这里都是什么鬼呀？都是些什么店啊？都是些这种店子，我靠！今天买菜花了40多块钱，我妈说的。